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第24集，远古巨兽来袭。2%，1%，护甲即将归零。完了！鲨鱼法宝。坚如磐石电磁盾，敢妨碍我，接招吧！尝尝我的撞击！你没事吧？我立刻帮你充能。真危险啊！还好你们及时赶到。开兽能量传输。充能完毕，开甲能源100%。谢了，幻影蓝风暴，接下来该我们反击了。哼，正好，我要将你们三个一起收拾掉。这家伙欠揍的语气有点耳熟，他的声音和自大很像我们的一个老熟人。反正你们三个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。怪鼠博士？怎么可能？他的样子完全就是一个大怪兽啊！管他是谁，打倒他再说。好，组合攻击，遮天蔽日，笼罩大地，烟雾弹。轰！狼闪。居然这么轻松就化解了我们的组合攻击，蓝风暴，快查一下他的弱点。还是查不出任何信息，只能分析出他体内蕴藏着一种极高强度的危险能量。危险能量？看来他还藏着杀手锏，绝不能让他使出杀手锏。我们一起发动绝招，速战速决。好，鲨鱼左轮枪。狼牙离子炮，成功了吗？耶！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击败我吗？嘿嘿嘿嘿！啊！被我们三个最强的绝招打中，还能站起来？体内的危险能量已经爆发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稳住，别慌。哈哈哈！终于诞生了，我成功制造出地球上最强大的怪兽了。不，我怪鼠博士就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怪兽。你竟然真的是怪鼠博士，看来他有某种极强大的力量改造了自己。快躲开！小心！你们在哪儿？快点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就把这里夷为平地！怎么回事？果然是伽马射线，
实验室的资料泄露了吗？快出来！这样下去我们输定了。蓝风暴快想想办法。这次我也没办法了。怪兽超人们，你们现在面对的远古巨兽是一只拥有伽马能量的怪兽，仅凭你们现在的力量并不足以打败它。什么？我们正在研究对付它的方法，你们先把它引开，绝不能让它进入人类城市。阿乌，带上爸爸准备撤退。收到。原来你们在这儿。怪兽超人，你们现在很危险，那是一只伽马射线怪兽。教授，我们现在正打算撤退。教授，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伽马射线吗？这是一种恒星级别天体爆炸时所产生的高能宇宙能量，数亿年前曾经瞬间破坏地球臭氧层，对地球生态造成严重的影响。竟然这么可怕。这种射线的特点是穿透力极强，可以直接破坏细胞结构。意思是只要被射线击中一次就会被彻底消灭吗？是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的怪兽。哪里逃？他好像在跳舞，又好像在游泳。伽马能量对生物副作用很大，看来他的身体暂时失控了，但他身上的伽马能量在持续放射。我们快离开这里。自作自受，真是活该。呵，拜拜喽，大笨鼠。你们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们真的可以打败这么强大的怪鼠博士吗？能量消耗的太多了，肚子好饿呀，我得先去找吃的。哪有好吃的呢？对了，大象狮。远古巨兽往大象室去了，怎么办？那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回去之前你们必须先找到三神龙，只有他们的力量能够与远古巨兽抗衡了。快说快说。打败远古巨兽的唯一希望就是找到其中的飞龙兽魂。飞龙兽魂听起来就很威风啊，我们现在就去驯服飞龙兽魂吧。别急，让司令把话说完。想要得到他的力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自凯兽超人诞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成员能驯服他。啊，这么难，交给我吧，这是我的使命。教授说了，哪怕再困难再辛苦，甚至拼上性命也要完成使命。事到如今也只能孤注一掷了。凯兽超人，拯救世界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。这就是飞龙兽魂的所在地。哦，原来在这儿啊。包在我身上，我一下子就能找到。你拿反了，应该这样看。是这样的吗？就你这样的路痴还想拯救世界，就你话多。我之前也在书上看到过这幅地图，我可以带你们去。哇，太棒了，教授。我们要赶在远古巨兽到达大象室之前修建防御工事，飞龙兽魂就全靠你了。你们放心吧，我可是凯兽超人，再说还有爸爸在呢。加油，阿乌。阿乌。
怎么有人在叫阿乌呢？这是我们的暗号呢。好吧，我们得加快脚步了。快点击订阅我们吧。